来，我们来看这道题。这道题还是使用之前我们使用过的一个特点来进行相关的计算。这个特点之前我们使用的时候，是不是通过 n，也就是总节点的个数，然后推得了分枝节点或者是叶子节点的个数呀？现在我们要通过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进行反推 n 是多少？那么应该如何计算呢？我们首先理解一下这里。这里如何理解？当你 i 小于等于二分之 n 取底的时候，你的 i 就是分枝节点。那么，如果说你的 i 等于二分之 n 取底，你的 i 是不是就是分枝节点的个数呀？因为小于等于就是从一到 i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我们知道了这个条件之后，我们来看，现在你的 i 是不是一个分枝节点的个数是一个 i？你叶子节点是不是才是你给的条件呀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里重新表示一下，表示成 n 减124呀？这时候左边是不是就是分枝节点个数 i 了呀？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一个条件，是一个 n 减124等于二分之 n 取底。解这个式子是不是就行了？如果这个式子你不会解，我告诉你怎么解。取底符号是不是就是这里不好处理啊？如何处理？两种情况。分积、分偶各算一遍，或者说像我现在这样做，左右同时乘上一个二，是不是2n 减248等于二分之 n 取底乘二是多少？是不是 n 或者是，注意这里不是除，是或者的意思，n 减一。两种方法都可以把这个式子解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使用了这个特点所得出来的结论。如果说你在考场上不记得第一个特点，但是你记得这个，就是在一个任意的二叉树之中，叶子节点的个数等于度为二的节点的个数加一，这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特点了，对吧？因为它是对于所有的二叉树都生效的，记住这个的可能性会大一些。那么我们来通过这个来得一下。度为二节点个数，直接通过这个式子，是不是就能得出来是123呀？那么在完全二叉树之中，是不是度为一的节点个数只能是零或者是一呀？所以说，我们的总节点个数就是度为零、度为一、度为二节点个数相加，就是我们的一个 B 选项。那么这道题就讲到这里。